的道理只有用上下不用的、啊、一个人太没有表情了不好了、啊、一个人如果已经欣喜若狂好像得意忘形也不好、啊、整个气都走掉了、啊、都不好、啊、他说用六说用这个灯光用六利永贞，他说用六啊、哦，六就是坤呐、啊，哦，坤呐、啊，啊，六用六，用九就是用钱，啊、哦，嗯，质量的话就是利永贞要正固，好、哦，贞就是正固了、啊。你要正，然后要固、啊，就是它。比如说你，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大地，我们现在是没有永贞了，我们现在土壤都是变质的，已经变了，快要不能耕种了。啊，里面的毒，里面的那个化学药已经太多了，那这个不是。不是永贞，永贞是永远要贞，贞就固正固的意思。比如说，为什么冬天要休耕？啊、哦，晒太阳，把它翻土，给它休息，啊、哦，它才能恢复到它原本的土壤的品质，啊、哦，所以叫利永贞。啊、哦，这个地就是这样。啊、哦，那如果乾卦呢，叫用九见勤拢无始。啊、哦，这个很高明的。什么叫勤拢无始？你说哪一个佛需要有一个佛来领导的？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啊。啊弥勒佛菩萨，弥勒现在还是菩萨、哦、你有一个佛说还有一个佛来领导他，你要怎么做？因为你们大家都成佛了，你们自己都会发挥你的本身的那个，绝对不用叫你去哪里，你去做什么什么的、哦、所以用九是见勤拢无所，这个在老子都讲了，对，叫无为而治，对不对？你本身该做的嘛，对。比如说你已经悟道的人，你做什么事你都知道了，不用人点手，你去做人家，他自己都很清楚的该做什么事，本分的事都做得好。哦、那我们现在所有团体都要有一个手嘛，推动嘛、哦、所以佛国的地方啊，不用了，勤拢无所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是手、哦、但是他都是自己做得好好的、哦、要讲起来、哦、这个叫自大火直喷小仙，懂吗？那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好了，还什么？还要谁管？可是不容易啊。所以这个国度很少啊，没有啊。哦，会有众生。对了，所以这个国度就是还没有啊。这样懂吗？这个叫见勤拢无所。急、哦、只要你们自动自发，你自己做好本分的事，大家都这样就是急嘛，天下太平了、哦、这个在这个讲，那彖就是讲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讲乾卦、哦、他整个多伟大。我以前讲在里面也可能提到，我们用数学用算术来解这个问题，零
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啊，到九没有十啊，九是所有的数的最极数。好，那九再来就要归零，从一开始，这叫十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再一零就是了。一二一三一四一五这样子，好，到十九的时候，哎，二零。在二零以后，二一二二这样，就是算数就是这样变成了。好，所以它真正最大的数叫做九，啊，最小的数叫那这个零是什么？这个零就是一跟九，它是包含的所有的数。哦，所以它可以用零，也可以用一，也可以用二，也可以用三，都可以用。哦，这个圆圈就是道，就是钱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哦，不是零，所以圆圈这个零不代表没有，没有的不能生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个不代表。是没有，它是什么？它包含一切数，所以它也是零，也是一，也是二，也是三，也是四，一直到九。所以它都可以用。那九是最高的嘛？没有，以数来讲是最高。那个有一句话叫九五至尊，就是第五爻，九五啊。飞龙在天呐，遇见大人，飞龙在天，就是这，对了，九五了，对了，对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在最上部的，啊，然后他可以统一所有的万民万物，啊，所以这九五。它就是属于这个乾卦的第五爻，是天的本位。但是如果为什么亢龙有悔？你是当一个皇帝太霸气了，然后对老百姓没有仁爱之心，没有造福百姓的话，早很快就灭亡。所以亢龙就有悔，你太过分了。那亢龙有悔很多意思。那个坤卦上六，龙战于野，其血形容是说已经太过了，才。对了对了，哇，这如果以这个来讲，它是讲气哦。坤乾坤这两个都是讲气，啊，就能量。对的，比如说潜龙，龙是什么？就是本能，能量。每一个东西有它的能量，这能量，然后都潜在物里面。你不知道，你哪一颗种子来，你不知道它能是什么，但是它有没有啊？这样，那这个能量是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必须有八种要素，它才能存在。第一个，要不要土？要。要不要水？对，都要。啊，这个宇宙的八卦，它都要。所以这个就是。所以我才叫我才讲，这能里面就充满了这八个。你安尼找你敢不行啊？不是单一。地藏王菩萨下地狱都不会受苦。
然后还把地狱里面这些众生就一个一个抛出来。地藏王是什么？地藏王菩萨是觉性，就是菩萨。对，觉性就是我们佛陀引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佛法，其实他讲的都一样的。啊，只是我们在文字上会认为哦，地藏王就在地狱。哎，地狱那个十大阎王是无道子画的，他把生口意的十二业就演变为地狱的变相图，十个阎王在那边神位。没有啊，他是相法。哦，用相法来度化众生，使众生不敢去造恶，这样子。他讲就是，不管他讲怎么样，他只要见解到那边，只能到那边。这跟佛无关。这样讲。好，你比如说，你把这个佛经解释错了，是你的事。对，你永远没办法。那、哦、以前有这个野猪禅，跟这个道理一样，他的见解是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就，那只等到他真的了解了，哎，他才能解脱。孔子称赞颜渊的智慧。啊、哦，你看他说为之不啊。哦为人也，对不对？闻一而知十，得一善则浅浅无忧，佛师之矣，不退转了。佛师之矣，在佛法叫不退转地，不退转的嘛。哦，好，当回这个人呢，闻一而知十，你看孔子给他。走路的时候给他讲了一个道理，然后他都知道了。哦、这个死不代表说死了，那其实是一切、哦、都通的、哦。这个代表眼边是当时就是大彻大悟的。哦、但还比孔子还早进入那个心境。哦、但是呢，他所谓的开悟，就是因为老师给他讲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知道。哦”这时候才叫开悟，这样，哦，等于我们讲六祖一样的。六祖他原本就进入了、哦，那为什么听到《金刚经》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刚好就相应了。好、哦，那心里一直嗯，其实就是进来，啊、哦，让他才要追求这个，哎，在哪里？这样子，那你看他到了五祖那边，有没有问？没有问，只有五祖问他，他没有请教五祖。啊、哦，五祖知道他智慧高。他是已经不是一般的、哦、所以就赶快叫他去厨房里面打杂。上上人要做下下事，看你还有没有我，真的见到见地没有，就用这个。有的人认为自己知道了就我，真上班就难了。对，你叫我去那边打杂，我才不干。那就是没有见到、哦、那叫知见。对对，只有经典看多嘛，了解多嘛，然后做不到嘛、哦、所以我们才不会 不能剔除掉，才有可能、哦、那勘验就是勘验你是不是真的进入了虚空界，就是跟虚空打成一片，还有没有一个感觉，这个叫看见。好、哦，好，再来，五祖还用八个业来看念六祖。
他到里面打杂，然后八个月，六祖从来没有进入法坛，听讲经说法。为什么？知道的人，因为所有的法都在心中，十二藏经都在心中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说好，认为自己开悟了，好，还要想要听什么法？开悟，那法本来具足嘛，还听什么法？你不用听了，你人家叫你讲，你都会讲的了。哦，这个道理，懂吗？哦，所以讲经还要看经，讲经不懂得经。因为经在心中，佛陀讲的经是讲当时那个环境那个时候的现象讲的，我们现在讲是要用现代的事物来讲，但是那个意大意要相通，所以不一定哪个经然后来练然后来再讲。然后来的禅宗就是把经文都不管，那直接用心去禅宗，啊，这个叫禅宗，但是很容易变成语，只有口头，嘴巴讲我已经怎么样了，然后把禅理讲了一大堆，但是实质上做不到，这个是这样，所以如果在我面前说他开悟了，我说跳海。好、哦，这个是我的口头禅哦，跳海。为什么？看念看看嘛，你还没有我啊。这还有没有我？不是叫他去跳海。你到那个境界，你什么海，都是跟他打成一片的，无有恐怖，哪里有什么海？他咚下去了，他不要动也不会死。因为它与水合成一体嘛，啊，我用简单名词讲，叫做松静。你身心都放松静的时候，你自然就无我境界了，所以你才能跳下去以后，水就是扶着你嘛，要起伏就这样子嘛。好，你开悟的人就知道，你呼吸嘛。呼吸，因为人只要有呼吸就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不懂呼吸，那还是要开悟吗？这个道理。哦，所以我在游泳池哦，有很多教练把游泳的方法教错了，我会纠正他们。我说你们害死人。什么叫害死人？他们叫人家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这个叫害死人。应该是相反吗？对。对啊。这样不会死。啊，哦，那鼻子吸气呛水就死，因为他跑到肺部，肺积水不能呼吸，就死。那嘴巴吃水在胃，不会死。啊，那有的下水以后起来救不活，是因为鼻子呛水。啊，有的很久了捞起来肚子大大的，哎，不会死。哎，把它弄一弄，哎，它活过来。啊，这个道理。啊，这个叫科学嘛。啊，嘴巴纳气，鼻子呼气，只要下水就吐气，用鼻子吐气。只要上来，嘴巴就张开，张开马上合起来就吐气，啊，哦，那上来就张开，吐气，张开，吐气，他就是不会游泳，在那边浮沉、浮沉、浮沉，一天也不会死，啊，哦，下水这样，吐气，不要用力，不要这样，
这样子哦，这样没有气，要轻轻的，不要紧张，它自然就又会飘上来，飘上来以后你一样，就是这样就好了，你不会死，人家看到哦小孩子掉水了，赶快把你抱起来。